的时候，现在有个最新消息是，马总统本来是当时在跟着各家媒体搭车前往核三厂，车队正在进行当中，所以呢，车在进行当中可能没有感受到强烈摇晃。不过马总统身边幕僚已经告诉他也进阵了，他也指示各单位要迅速了解情形。而我们目前知道是，南方矿里那边传出有民宅瓦斯气爆，他已将东林大学先调查了他目前传出的一些可能比较难收拾的状况，有没有人受伤的还在了解。而在高雄地区，据了解，这一次在台湾中部地震，能量到全台传递，南部高雄摇晃也不小。可凤仪在电话线上告诉我们一下情形。凤仪，知道我们南部中心也是位于10楼，刚刚1:45的时候呢，突然感觉到非常剧烈的摇晃，画面上看到呢有几架飞机，包括了台式，还有这个白板。这个上面呢都摇晃得非常厉害，画面上可以看到非常明显。